的回忆，然后在新加坡待比较久的时间，可以好好的探索自己的家乡。耶，快速通道，走吧。哇，我想闻这个。直对游乐场不感冒的高高，为了陪玉米一起这次的迪士尼之旅，他也加入其中了。接下来请各位小兔子们欣赏高高和玉米的乌漆麻黑的迪士尼之旅。到了迪士尼怎么能少了烟花呢？接下来就是玉米高邀请小兔子们一起看烟花。祝大家假期愉快。